要说这个暑假最火爆的电视剧，莫过于《亲爱的热爱的陈情令》等剧。不过最火的还是杨紫、秒杀其他在播剧中小花，成功霸屏成为时下最火的女演员了。不过小编要说的是杨紫的前任男友，因在《陈情令》中饰演一个倒反派的叫温潮，他是男主为无限的噩梦。这个演温潮的人竟然让人恨不起来。多亏了贺鹏的演技和强大的表演力，他赋予了温潮脆弱和可爱的另一面，让这个角色显得更灵活和立体。因为在原著中，温潮这个角色在原著中是外形略显油腻的角色，他也为了这个角色增胖了20斤，刚好等他胖的剧组也已经开机了。在拍《陈情令》的时候是炎热的夏天，温潮的头皮发落到面部被腐蚀，这一场戏让贺鹏吃了不少苦头，但是化妆他就要化整整3个小时，拍戏的时候整个人都脱水了，差一点点就晕过去了。果然如果没有努力的付出，就没有今天的背。大众熟知，虽然反派容易被人讨厌，但是说明演技很好，才会让人对他印象深刻。虽然贺鹏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，他和杨紫、李现都是同校同一届的同学关系，只是学的专业不一样。贺鹏